总统候选人侯友宜今天在高雄扫街拜票，支持者穿着国旗装热情的挥舞国旗来欢迎，而到菜市场更是被人潮挤爆，几乎寸步难行。侯友宜大骂民进党继续执政，孩子都可能会上战场，房子也不保，而民进党就是诈骗跟黑金在路上。而民进党萧美琴则是从嘉义、台南到高雄一路车队扫街。站在宣传车，双手张开比三号，侯友宜双眼炯炯有神，露出自信微笑。路旁挤满支持者，有的穿整套国旗装，每一位都手拿国旗狂挥，夹道欢迎。三号九号三三九，甚至有人跳起来击掌，超兴奋。侯友宜高雄扫街，冲冲冲！来到菜市场更是不得了，不管早市黄昏市场，婆婆妈妈就像看到偶像明星冲上去要求合照，还有摊贩送上大颗菜头，预祝高票当选。这一代还是卫星，最后出来澄清是卫星，但是那个时分您大家内心有惊吓无？有惊着无？我嘛惊着，我搁出来讲嘞，当你真正战争来的时阵，你唔是干那惊吓，你的囡仔爱上战场，咱的厝。侯友宜挂保证，他当选台海才最和平。再轰高端疫苗合约公开，卫福部刻意阻挡。他讲来讲去，拢在讲白朝会嘛，黑金在路上，诈骗在路上。哎呦，只有真相不在路上。同一时间，民进党副手候选人萧美琴则是在拜票路上。从嘉义、台南到高雄，一路扫下来，接受教会按手祷告，还要呼吁返乡的那个游子要回来投票。手拿大张高铁票，呼吁青年返乡投票，每一票都很重要。萨卡都选战，蓝营狂扫南台湾，绿营回防本命区，全力冲刺。记者南部综合报道。